秉承着不断挑战以及孜孜不倦追求变化的精神而发展壮大的国立木浦大学。面向未来的发展和进步是由国立木浦大学的名字开始的。走向地区乃至世界，未来的国立木浦大学。国立木浦大学的教育特性化和研究力量已经达到了最佳水平，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从20多年前就开始不断研究的海洋相关领域，在教育部地方大学特性化事业中被选定为代表地区战略事业的造船海洋产业特性化事业团，在大学自主和国家支持事业中当选的绿色生物以及海洋旅游休闲体育运动事业化，正在引导着新海洋产业中心的地区发展。同时，水平高并且研究实力已经得到验证的国立木浦大学，是国内唯一的岛屿研究机构岛屿文化研究院的人文韩国事业，在全南西南地区最初选定的 IT 造船融合研究中心，通过新设作为地区特化产业的千日岩研究中心，木浦大学以研究中心大学的身份获得新生。세계적중심이될목포대학교의해양 IT 산업우리가만들어가고있습니다。国立木浦大学拥有适于研究的条件，教授人均研究费用连续5年突破了1亿韩币，仅研究经费累计金额就达到了500亿韩币。这个时代，成为新海洋时代领导者的国立木浦大学，在和地区挂钩的各种项目中获得了实际性成果。要和木浦大学进行产学合作和共同研究的国家机构以及国内外企业大幅增加。在国立木浦大学刮起了向世界中心的变化和革新之风，开启了道林、木浦、南岳以及大佛四大特性化校园时代的国立木浦大学，在走向全球化和地区化的同时，也培养着引领新海洋时代的全球领导人。Учеба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МОКПА стала незабываемым опытом для меня. Coming here has been one of the greatest opportunities of my life. 想像していた以上のことを学んでいます。在木浦大学度过的时光是我今生都不会忘记的。国立木浦大学与世界30多个国家和100多个机构签订了交流协定，我们学校构建了稳固的国际网络，并通过交换生制度、双学位制度、国际实习项目等，培养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国际性人才。Our university offers students many wonderful opportunities to go on exchanges and study abroad, and this means that they are able to develop as global leaders. 推进建设国际合作办公室，被选定为全南地区唯一的韩语能力考试正式实施机构，被选定为韩国国际合作团的国际合作开发事业单位。国立木浦大学正在向国际化的中心基地发展，将世界作为教室的国立木浦大学。在这里，我们拥抱整个世界并振翅高飞。跟地区一起向世界起飞的国立木浦大学的原动力，就是结实和牢固的教育资源优惠。低廉的学费和丰富的奖学金制度，营造了使学生可以专心学习的环境。道林文化企划团的运营和学生支援服务综合系统的建设，营造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幸福校园环境。우리학교의가장큰장점은저렴한등록금풍부한장학혜택편리한통학버스편안한학생생활권입니다저도그혜택으로마음껏공부에집중하고있습니다国立木浦大学致力于基本教育和使学生幸福的教育，作为地方名牌大学名声大噪。以真实的人性看得更远更高的实践性知识分子，
国立木浦大学五万多名同门处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引领着充满活力的大韩民国。被选定为本科教育先进化先导大学支持事业，被选为国内唯一的海上风力及新海洋产业人力培养关联事业单位，被选定为大佛产学融合园区构成事业单位。教育部地方大学特性化事业选定和湖南地区最初国际建筑学教育认证以及工程教育认证都体现了木浦大学特别的教育竞争力。国立木浦大学以这样体系化的教育系统而自豪，在八个学院和四个研究生院培养的各领域专门人才，正在世界的中心追逐着各自的梦想，释放着各自的热情。尤其是造船工程系，既是地区战略产业，又是中长期人力需求旺盛的朝阳学科，取得了一年内在三星重工业等骨干造船企业求职合格达40余名的壮举。国立大学唯一的地质学科，在大韩地质公社公开录用中拥有全国最多合格者，并且包揽了全罗兰道地质职公务员公开录用。同时2009年新设的护理学科的第一二届毕业生都在护士国家考试中合格，创造了毕业就就业的传统。心怀地区和世界的国内外服务活动，培养兼备专业性的人才，优秀的统摄性人才，实现当地居民梦想的终身教育院和作为与地区文化互相学习的场所，图书馆和博物馆等，能够跟当地居民一起分享学习的机会。分享幸福正在开展地区幸福庆典等多样活动，来提高地区幸福指数。此外，分享从地区居民那里获得的关爱并付诸实践的木浦大服务团活动，很好地诠释了分享所学、实现牺牲价值的国立木浦大学精神。우리국립목포대학교는오늘에머물지않고독창적브랜드가치를드높여지역과더불어세계로미래로더욱성장발전해나갈것입니다우리국립목포대학교에서여러분의꿈을이루세요为了成为世界特性化大学，国立木浦大学的新展望，我们一步一步地带动地区的成长和变化，展开了大韩民国新的未来，面向地区乃至世界，未来，国立木浦大学。